口哨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正在看报纸呢，我在吹口哨呢。哦，吹口哨很好玩，你也来试一下。可我不知道怎么吹。这很简单，把你的嘴唇撅起来，然后吹气。试着把嘴唇撅成一个小圆圈，就像这样。妈妈，你会吹口哨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没试过。这个要练习很长时间才行。我能吹。你会吹口哨是因为你年纪大，妈妈。谢谢你，佩奇。乔治，我在学习吹口哨。别担心，乔治，这不可能一下子就成功的。这就和动耳朵是一样的。Hey boy, make 'em whistle like a missile, bomb bomb. Every time I show up. 你好，苏西。你好，佩奇。你会吹口哨吗，苏西？像这样吗？